學你好，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通識科嘅應試技巧嘅。同學咧可以多啲整理以往所去研習過嘅議題啦，例如根據議題嘅性質做一啲嘅整理。政府嘅政策可以咧分為相關概念啦、推行方式同埋相關持份者等等。咁同學咧就可以做一啲嘅整理同埋比對啦。另外，同學亦都可以參考以往校內同埋校外試題，包括係題目嘅關鍵字詞同埋相關概念。另外，同學亦都可以留意一下資料嘅呈現方式，例如係文字定係數據啦，亦都要留意一下咧資料之間嘅關係。針對住唔同嘅試卷，咁同學咧亦都可以多啲嘅留意，例如卷一資料回應題，由於佢係必答嘅啦，所以時間分配就變得非常之重要啦。同學咧應該留意一下分數嘅多寡而去做一啲嘅時間分配嘅。另外，同學記得咧要運用資料嚟解說，但係記住喎，唔係淨係抄資料啊。另外，同學咧應該順住題目嘅次序嚟去答，因為前面嘅答題可能會幫助到你後面嘅答題嘅。至於喺卷二延伸回應題方面，由於佢係選答嘅題目，所以同學咧就要花啲嘅時間嚟去做選題啦。另外，由於答題都比較長啦，所以同學咧係花啲時間去組織一下。另外，記住喎，唔好淨係利用題目所提供嘅資料嚟去作答，同學咧應該係提出一啲同題目相關嘅例子，咁先可以幫助到豐富答題噶。咁希望咧呢一啲嘅提醒咧都可以幫助到大家啦，祝大家考試成功。